亦都顺利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五场赛事四班千二短途二号二赛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外边际遇高峰啊，相当快啊。咁见到出边位置仲有遨游之星走埋嘅，咁第三位到啦，咁外边生生性性，中间红砖之星、内兰黑衫，第五位咧就太阳威威啊。再后边嘅马登胆精英入灰马橙色衫响内栏，拍住佢出边第七位蓝帽咧，黄蓝格仔衫标之霸，永望喜喜粉红衫响尾五，咁啊再见到内栏位置尾三到咧就勇势，尾二赢多多包咗落尾嘅马咧就宜昌福星嚟噶。好啦，直路咁仔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就系呢只遨游之星啊，撒开大步之嚟咗个几身位啊，咁啊中低嘅头咧响第二位红衫嗰只咧就生生性性啦，第三位际遇高峰埋边太阳威威有冇位啊？中间红骏之星冚住佢。再向外边冲，有标之霸马林后边追，咁啊入边咧就登胆精英斗到嚟最后三百米到啦，遨游之星放顺咗，咁啊见到中间际遇高峰啊，埋边追就太阳威威，再见到外边上咧，仲见到就系红骏之星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遨游之星乏力啊，中间际遇高峰上，向入边太阳威威亦都追，外边上紧嚟就系红骏之星，接近终点第一名咧，噏上噏落，太阳威威。祭月高峰，嗱，祭月高峰一路都占先噶，咁啊，而黑衫嗰只就太阳威威，咁啊，几经辛苦揾到个位穿上嚟，九号祭月高峰一路占先，埋边太阳威威，岌上岌落，好似岌落去，太阳威威要影相，第三名就系嗰只红骏之星，第四名咧就系遨游之星啊。咁岌到尽先，最后一步啊，二号嘅大满太阳威威，一点八倍有机会入到内啊，影相啊，第二名。头二马好近啊，九月就月高峰啊，第三名就系十一号嘅红骏之星，第四名咧就系八号嘅遨游之星啊。头二马好接近啦，睇下大热门嗰只太阳威威可唔可以合到落去啦？非常接近啦，潘顿定系李敬国咧？应该都系潘顿。系啦，赢得险咗又多咗只遨游之星神埋嚟，大幅收猛嘅步速啦，搞到佢要立臂啊！系啊，嗰度对面嗰度都紧要啊。咁啊，仲影紧相嘅头二马，咁啊一点八。遨游之星嗰度揼一揼慢咧，睇下点样啊？赛后报告。好啦，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啊，就系二号嘅太阳威威，独赢派18.5，位置派11.5。跑第二名啊，系九号嘅祭月高峰啊，位置派114.5啊。跑第三名咧就系十一号嘅红骏之星，位置派18蚊。连赢位二搭九派532.5。三重彩二号、九号、十一号顺序派3278蚊，单贴派676蚊。位置 Q 二搭九派165蚊，二搭十一派26蚊，九搭十一派381.5。跑第四名咧就系八号嘅遨游之星。好啦，影到啦，二号太阳威威咁啊，睇紧张相啦，都个头啱啱都岌到尽啦，系啱啱岌落去，系啊，隔篱嗰个骑师就李敬国就趴扑晒落去啊。
第三都近嘅红骏之星啦，都系即系四平八稳啦，算系攞翻第三啊。潘顿翻嚟都我都系讲话啦。三拣一月嘅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嘢热门啊，第一匹嘅就系十八个半啊。同边一样咯，一只啊，都系讲紧嗰度收慢嗰度啦。前嗰只一揿慢咧，就几只连慢一路褪落去，都做到几只噶嗰度。系啊，睇有冇手尾跟。佢揿慢完咧，只马就自己又加速，又向前又冲翻一段。你去到，你就判断梁家俊啦。梁家俊都讲下。系啊，嗰度好危险啊！你咁样收慢咧，后边都啲马会即系揸车咁啦，前面一耷。后面就得噶啦。以往跑马地都曾经有骑师咁做，俾人罚过噶。好啦，呢边就顺利保中啦。太阳威威啊，啲转数哥输咗，咪影翻张开心嘅相啦。哇，都好多马主朋友啊，咁啊过年啊，咪人人都险啲，咁啊都系赢啊嘛。罗富全啦，今日一手马嘅都，暂时嘅季内已经二十八场头马啦。咁啊，整只祭月高峰啊，入咗嚟又冷门喎，咁啊，睇下三 T 头关啲朋友，有两只热门喺度嘅，二号十一都系啊，都系热门嚟嘅。我睇睇四连环预计派彩，二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1289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二号、九号、十一号、八号顺序派18942元，都算唔错啊！呢个太阳威威咁啊，阵上遇到啲意外啦，亦都唔系自己带头。但系潘顿都好猛喎，翻嚟同老师都系咁讲啊。呢个就真系好危险，即系大家睇到啊，头先个受阻个情况。馬就幾夠個膽汁啊！咁窄位都三歲馬咁樣穿上嚟，好呢邊啊，翻嚟復榜，富力馬師陳志忠，巡邏影片大家即刻睇翻啊！起步出閘最快咧就是大我黨嗰只遨遊之星啦，咁啊中檔位置際遇高峰就 hold 翻住嘅，咁啊入邊就太陽威威啦，紅進之星就拍住佢，咁啊另一隻就生生性性亦都快嘅，咁啊後一陣咧就見到標誌霸藍帽啦，鐵蘭灰馬咧就係嗰只燈膽，正應呢個時候咧見到梁家俊就埋咗嚟啦，咁啊撳翻慢咧，後邊有啲馬就 check 啦，先係際遇高峰啦，太陽威威啦，燈膽正應亦都受阻嘅，咁啊出邊就天地人咧永望喜喜啦，包咗尾嗰三隻勇勢贏多多宜昌福星。咁啊，后边我都 check 完啦，咁啊，梁家俊都走翻快啊，可能都听到后边啲骑师嗌救命，所以唔走唔得啦。正 stumble 即砸一砸嗰只太阳威威，就中一中添啊！嗰度受阻嘅时候，咁啊，人都翻到算真系几好彩啊！咁啊，人都问啊，希望都下次嘉宾少啲啦吓，顺三蚊咩轻磅都仲有世界嘅应该。咁啊，后边我都系红骏之星出得比较好啦，始终新旧混战啦，啲优势。标志霸都 keep 到啊，都起码今场都仲有得追啊！反而登丹精英追勢唔係好明顯啊，唔知係咪頂榜關係啦。裏邊灰馬啫，贏多多都係喎今日啊，咁啊喺度捐下上嚟都係，好似開始有啲均速嘅感覺啊。睇下之後會唔會轉下路程啦。好啦，第五場啦，都已經復榜完畢啊，派彩就作實嘅啦，你一齊睇睇派彩啦。位置 Q 二搭九派165元，二搭十一派26元，九搭十一派381.5元。组合独人三拣一啊，胜出组合系 A 一格夜热门啊，派18.5元。四连环二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1289元。四重彩二号、九号、十一号、八号顺序派18942元。孖 T 嘅派彩头关四号、六号、十一号、尾关二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22736元。孖宝派彩头关十一号、尾关二号派354元，头关十一号、尾关九号咧就派1370元。
分段时间头段24秒32，第二段22秒87，末段22秒81，总时间1分10秒整。